其实我是为组织做环保来，我足深入的。伫环保回收的当下，我提讲，咱哪有人遮好的物件拢给扔掉？人哪会遮偷济？我渐渐就讲，这物件吼，会当回收再利用啊。啊，有一届书就讲，豪华一条街，人要推动迄种书记啊，人迄种书记吼，拢迄。用个纸啊，纸安尼打嘛，变两变就无好啊。我是讲啊，咱个回收足侪布啊，会当来个结合，来写个证书去。但是这就是相当的困难，所以都要接书记啊、书记来斗想。就是用个布来写，用亚克力水泥漆，个一粒一粒个好个写出来。伫东海，咱个商圈吼，已经有300多间啊，每一个。点头，伊呐，予人客来看了这句好话，伊呐感觉足欢喜的。师傅又搁咧推动讲，迄、个铺满，讲无保特瓶的塔啦，咱那个回收再利用啊，做些神水铺满，神米铺满，还有电铺满，反映出去搁足好诶。较早除了足注重家己的仪表，搁买足侪化妆品，拢家己的面安尼打扮啊足好势。我别该浪费，拢是唔对的，所以自然开始我到处环保了，我就无去黑白买物件，所以讲会用的都要延续伊的文明，都要珍惜，唔通该拍算。其实吼，心宽念顺，时时爱组织面松，甲切开，安尼其实就好啊。